是一模一样。哎，请问的是，请问哪一个论文会接受1800字内容相同？完全相同。哎，如果超过根据别人断就要同意。所以这个是跟我也有。我认为世博哈，先生你好，那个学术问题啊，学术问题应该在校园来进行啊。其实你要检举郑宝清哈，他论文抄袭，你去中央大学告他，检举了啦，不是比较好啊？你来这边问他，这是他家哎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同意让你进来哦。郑委员有没有同意让世博进来？哦，这次好，那我们再对啊，要不要到外面去比较好？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能没有要让你进来，这样可能不太好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委员不想讨论学术问题了。委员已经很明确的跟世博报告过了。那我想，我也要跟全国的观众来报告，学术的问题应该要留在校园。那如果硬要把学术的问题呢，弄到政治问题来，我认为就是作秀。这个是个学术问题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学术问题应该去中央大学跟那个中央大学的教授讨论。作秀，谢谢。谢谢。师傅加油啊，一起努力啊，代表我们激进党要努力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师傅优秀。趁这个字来这边对委员有点嘲讽。不会啦，对民进党比较嘲讽比较大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